前来此堂见主，因为我列位将军进帐相议良策，孤来，请列位将军进来参。将军哪里知道？难得我们五虎之兵前来出逃见主，我那位将军进帐相议良策。末将有危机，有什么计呀、啊？都督何不设时候，请六皇子国将二人在黄河路上摆下酒宴，一来一免。如来乞讨兵救，岂不是好？老将军说得有理，孤来，那一枚是我。
江山了你，不拜上
少爷娘。